就请博曼和菲林两家公司各自展现你们的实力。那么谁先说呢？我们博曼先说吧。我们剧本名字叫做《天泉山传奇》。我们是用一个动人的爱情神话，把天泉山的人文、历史、美景都串联到了一起。各位，请看大屏幕。这怎么听着跟咱有点像啊？主题相同，发挥内容应该不同。你知道鬼蛇咬，十年怕井绳。我们邀请了著名的上次良品铺子的时候，我还历历在目。这次作品吸收了他以往的作品所有的优点，在这个上面又有了突破，可谓是耳目一新，请大家批评指正。怎么可能呢？除了描述性的词汇，几乎跟咱一模一样。怎么可能啊？这剧本不就你跟王老师才有吗？进会场之前才刚打印的。你们看我干什么？我们一直在一起呀，怎么会给他们看的？你们抄我们剧本！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，但是与其追在我们背后计较创意的雷同，还不如好好的提高一下自己的业务水平吧。抄袭！这是赤裸裸的抄袭呀，这绝不是创意点雷同的问题。我是前天凌晨3点钟改完了最后一个句号才收的稿。你们盗版的速度也太快了吧。啊，您是说您是前天凌晨3点钟交的稿？对。我们还是慎重点，去慢慢。骆宗良，你真是什么事儿你都能干出来啊，肮脏。菲林，你们是贼喊捉贼啊！伯曼前天晚上12点之前就把稿交了。好啊，你们是凌晨3点钟交的，是不是？还好意思跟我们嚷嚷？这到底谁偷谁的呀？啊！看到事情快败露了，就先倒打一耙，是不是？我说你们菲林也太阴险了。说什么？你想泼脏水就先拿证据出来。伯曼一向歪风邪气，这事必须好好查一查。哎，你们是不是买通了收稿，在时间上做的手脚啊？荒谬！好好的竞标搞成什么样子？天泉山项目，骆宗良是你最大的对手。那个女人在这种时候去见他，也太巧了吧？子瑜跟骆宗良这个关系，倒不是说他会一时心软，但是骆宗良的个性你们都是知道的。子瑜我们是相信的，但保不齐骆宗良利用他设计你呢。韩总，不好意思，要知道菲林这么无赖的话，就应该让他们先讲。放屁！我们准备充足，后发制人也能取得你们信任吗？他们也不至于这么狗急跳墙，破坏了你们的竞标啊！实在抱歉，实在抱歉。你说这平屋小组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这么明显的抄袭，他们居然没看出来。不是评估小组无能，是骆宗良太厉害了。那林子瑜是骆宗良的妹妹，樊总这事儿你早就知道，我就纳闷了，你怎么还让那林子瑜待在公司？对呀，樊总，子瑜还跟您，您真是糊涂呀。难道林子瑜和骆宗良一直在暗度陈仓？他林子瑜是什么样的人，还轮不到你们来说。樊总，樊总，樊总。